那它的发酵箱在上面的话，其实大概发酵的是抠得掉，是应该抠得掉，还是给他，还是他手上那个继续用？继续用。给他贴纸。不用，你不用不用，你今天没有写，人家也知道，放在那里，人家也知道。我来，就先抠一下，给他贴纸过来。对，就把它弄掉。然后抠掉之后贴一张在这里，好不好？然后那个正面，那个什么？那你这边还要贴这那一张吗？全部的一定要。那就是请他把这个对贴这边。我跟你讲，我们然后你那一张贴上去就好了。你现在你把那个拆掉，把塑料袋拆掉，我们贴一个那个模拟的给他看，叫他照这样贴。啊，我们。